啊，朋友们好啊，欢迎大家来到明哥聊太极，我的个人频道。今天是2023年的6月17号，星期六。这里是中国安徽啊，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早晨8点整。那么首先感谢各位打赏的朋友，感谢莫虎二八的朋友的200元。昨天说过了，但是呢，我漏了一个，就是哈尔滨的张先生在微信中间给送我100元的红包，非常感谢，昨天忘了讲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聊这个，就是明哥每天早晨是怎么练太极的。我在屋里边就是说了很长时间，那么今天开始我们大约用2-3天的时间，把明哥是怎么练太极拳的实地的在这里演练一下，大家看一看。那么我练太极拳是怎么练的，那么大概连续2-3天，我就会把我每天早晨实际上所做的事情就会全部都演示出来。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是鞭，这是一个山西鞭杆。那么现在我演练这个山西鞭杆的时候呢，我用的就是我练的是太极的功夫，不是练那个，它这是传统武术，但是我练呢就是用这个太极的这个东西来练它。不是为了练它的套路，我是为了练太极的里边的东西。什么东西呢？首先我们现在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主要我练这一套鞭杆主要是为了松腰啊，是为了松的腰。那么我不在乎他打得怎么样啊，现在你看我主要都在腰上，都在腰上啊，我都在腰上。我这里因为就出去了，所以我就所以我好。那么这个原来我说用肾打拳把腰松下来，我在这个鞭杆里面全部都贯彻的东西，我不是去打这个套路怎么样啊？因为这个我会了出镜头以后你就看不见了，所以我这个套路有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变化，就是不是按这个套路打的，不是按套路打。你看，我重点我的心思全部是在腰上，全部是在腰上啊，是在腰上，是在腰上。我原地打，这样原地打呢，原地打你能看得见对吧？那这样。都是我全部的精力都是在腰上，全部的精力都是在腰上，我其他的地方都是不管的啊。这是不准确的套路，因为我为了垫我的腰的东西，我全部都在腰上。我其他地方都是不注意的，就是注意的就是腰，啊。那么这一路鞭杆呢，我就是注意松腰，用两个肾打拳，其他的套路呀、步伐呀都不讲究，这就是我练的第一个。那么还有一个呢，我这一路下面我练这个十字棍，十字棍呢，我主要就是注意我的这个两个下肢的放松，我其他的都不管，我为了在这个镜头里边，我也在原地打。所以步伐都是错的。那么下边呢，比如说我练这个十字棍，我就注意我的下肢的放松啊，下肢的放松，
我现在上肢不问，我就是下肢的放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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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脚脚底板平铺在地上，铺在地上，不用蹬地，也不要抓地，就我就练这个，别的东西都不练，这就是我早晨做的，这个事情啊。脚铺在地上，铺在地上，腰都不管它了，都不管它，都不管它，腰不要管，不要管，啊，不要管它，啊，不要管。就注意膝盖的放松、胯的放松和两个脚踝、脚脖子的放松啊，脚脖子放松。这个我在原地转，它转三圈，我转一圈啊，就注意脚有没有下肢有没有放松。就是下肢要放松，下肢有没有放松？下肢有没有放松？那么这个呢是每天早晨要做的事情。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少林三十六棍，三十六棍呢，我就是练哪里呢？我这一路每天早晨就这个膻中穴这一片的骨头下它放松，放松以后呢是用它来领着全身，就是在明哥聊太极里有这个放松这个地方。那么我这个三十六棍我就练这个东西啊，就练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前后就放松这里啊，就练就放松这里。啊，他倒回来哈，就出去了。我这一上，你看这个就松这中间，就松在松这里，对吧？松这里。你看，我就松这一个地方，就其他地方都不管，都不管。就专门练在一个地方，你看，这动作都是不对的，我都省略了，因为它这个，那么现在我现在为了在镜头里边，所有的步伐都是错的，有的动作甚至给它省掉一点，就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明哥每天做的事情，实际是怎么做，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这样做的啊，每一个套路练一个重点，就练了一个重点，不管你练什么套路，每一个套路练了一个重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明哥怎样聊太极的实际操作，今天呢第一天，明天呢我们接着，大概估计两三天还不行，我感觉要是十分钟左右的话。好，那么欢迎大家的收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大家看这个视频看什么呢？看我这一个套路，我就练那一个重点，如果你会的套路多也可以，如果你不会只会一路，你可以用你一路的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来练一个一个重点。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啊，欢迎大家转发、点赞、收藏、关注，谢谢大家，明天再会。